没想到现在在丹麦的毛笋公主，小时候在基地这边收猫的时候这么搞笑。来吧，这个哀怨又无奈的叫声呐、我说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就像那个百家讲坛的易中天的那个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易中天。虽然奶爸叫的已经如此哀怨了，但是还是叫不回来。他们就来放谭爷爷的声音。谭爷爷典型的声音就是“贼儿贼儿贼儿，过来过来过来”。毛笋其实能听到，他只是听到了不想理奶爸，无动于衷，在原地完全不动。